十七。好，应该没那么衰吧？十八。小心。那我们十九。年轻人没有那冒险犯难的精神，对，冒险，那等一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等一下那个日本姐姐教你们什么叫敢死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那十九呢？十九。好，我二十。因为你有点怕怕的，二十就好。还没中。差不多嘞。其实我跟你分享打脚底板真的蛮舒服的，我觉得全身很舒服。对嘛？真的，而且我记得我上次有吃到全餐。真的还没中，对，我吃到全还没中，我回家超顺畅，那个累积好几天全部都排出来。可以，你可以试试。拍的太辛苦了。上次有一个来便秘，打一打回去就大便。真的不是骗你。有这种效果？怎么那么好的节目？二十对不对？对啊。二一，还没中啊？还没，尽量喊。尽量喊。一定是二十以上。哦。二二。没事，八十呢？没有。啊！二三。哇！二三。二四。二四。哎呦喂呀！二四也过。好感。你是这个不会用是吧？不知道在用不会用。我觉得还可以，二四。以上的还可以，24嘛，差不多喽。哦，差不多，要用赶快用哦，下好离手要用赶快用哦。我不行，我怕。还可以，还可以啦，还两个。小梁哥危险了，等一下不会再找回来。小梁哥跟我们两个号码一样，我是念在你老婆还年轻，小朋友还小，所以我帮你挨那一下。哎呦，我定我故意输的吗？我可以回转。真的。够意思，讲的我好像不还他一下是不行的喽，所以就是25啦，我只能拿25。还是你要在网上喊，反正你都输，说不定可以。25就好。25，好，来，真的假的？其实我刚刚一直有在暗示大家，我说打脚底板真的很舒服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其他的地方？24。啊，真的？24你。哇！幸好我们没喊，幸好我们没喊。屁股第一个，第一个啊！但要打脚，等一下。我打脚。我心里打脚。慢点，等一下。我觉得他是来享受的。慢点。他应该要付钱的，完全不怕，对不对？要准备一下，心里要准备一下。一起。等一下，我准备好一下哦，好。一起，你三，用，慢点，太久也不行，不要太久，不是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太久，一起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眼很大，不应该要穿厚一点的安全裤，他的那个很薄，他那个真的好超强耶，而且左边的那哪一个打左边的边的那种。所以要换右边，要右边，要刚刚也是左，左边，所以要分一下，平均的，平均来，脚，这个地方日文怎么讲？阿西，脚脚底，阿西，我哪诺？阿西诺乌拉，阿西诺乌拉，阿西诺乌拉，哦，阿尼是阿西诺乌拉，等一下。我这边不要哦，这边不会，我这边都是这边。对，来哥很准的，心里要准备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破解。我刚听说我要来破解一下，我要打怎么破解？有破解吗？教我啦！先破解。对，那日本人中形象。全身很热，很舒服，姐姐没有用流汗，流汗，全身热，流下来，谢谢，通体舒畅，哎，我觉得让他连续来个五级好了，好棒，没劲，他被打得好有戏，真的，哇塞，走路，哎呦，哇哇哇。